个餐厅啊，它盖在那个礁岩上面，就是不适合游泳，但是有很棒的 view， 超美的。米雷，个赞。Had a feeling you'd come back and save me from all those lonely nights and heartbreaks, and I feel misplaced without you. Hey, fish pizza. 我们点的 mozzarella pizza， 这是最简单的，但它有加fresh tomato， 新鲜的番茄，试试看。泰国朋友推荐的，真的很厉害，吃货。本来不饿，所以但我们还是点了一个披萨。对啊，因为大超这里的披萨真的很好吃。Yeah， 是窑烤的哦。我来试一试。还很烫哎。很烫，直接试一试吧，用手。嗯。哦。怎么样呢？哦 ，mozzarella 超级棒，好喜欢吃它的薄皮的，还有它上面放的香料是什么？这个香料 ，it's so good。这个披萨220块而已，真的很好吃，超好吃。哎，那220很可以哎，我们现在才发现。嗯，它是真的很 juicy 的，里面有很多。嗯，哦，哇，这个非常好吃。真的很值得过来就吃披萨。对啊，你看，这是我点的芒果拉西，90块，超大一杯。看这个浓稠度就知道是一杯好喝的芒果拉西。不喜欢太甜的话，就要说要不加糖。然后减少那个粉。好喝吗？浓，然后反正芒果就是泰国就超级新鲜的。哇，觉得披萨真的很不错。哎，一看见他们的面那个 crunchy， 知道吗？嗯，很 crunchy 的，这个很会烤啊。那个小哥就是固定在那边窑烤披萨。他是主要做披萨的。而且那个做的样子感觉真的很棒呀。这家餐厅，这个 Chewy Bar。超级推荐，真的很好吃。哇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，好酷啊！泰国人都开始旅游咯，听说政府又有一些补助，蛮棒的。今天星期六，有一种周末心情很美好的感觉。这里也太美了吧！有点怕哎。先不用呀。哎呦 ，OK。啊哈。你坐好，然后我们推你一下，我走。贝扎今天很像 mafia。哎，我怎么没有 view？ 给我一 view。Yes。对对对，就这样子啊！脚下来，对，脚下来，脚下来。